会有那个斑呐、啊？我可以拍背影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看我太近，因为我的登山杖会乱甩哦。那你有登山杖？你不是说让他继续啊？然后我背。对，接力踩，我当那个冰激凌去。上，可以了啦，不然塞很多了嘞，赶快。三天如夜嘞，哪有多难？那个车是会鬼叫鬼叫。那你等下下去走另外一边啊，对。对不然你两个走树根，你们顺着树根慢慢拉，大家都发现旁边有绑绳子的这个，你不要拉这里，因为它这会滑，它没有一节一节。那你们两个走树根好了。你看它那个石头那么滑，走这边旁边。刚刚我觉得这边多一点节，那这个还可能还来不及做，节要多一点才有一点可以踩，借力。我有那拉全段呢，那拉一半绕吧。拉里山，我上来了。然后我们成功了，邱西伟没有拖累我真的惨。其实他当初弄这个的人心脏也大的。那一根木头要粗一点。那对啊。耶。有没有回到儿时的儿时童年回忆？国小、幼稚园总有溜滑梯吧。